大家好，我是庞叔。然后，这位是郭先生，主角。过去的他曾经因为不小心刮花别人的车，心里留下很深的阴影，从此不敢开车出门。然后，他某天跟一堆不认识的班员，可能认识了不知道，他参加了某个成全班，然后听了讲师说了一句话：修道要修心，生气不生气，你选择了什么？骂不骂，你选择了什么？这个时候，主角郭先生他好像有了想法。等到结束了这个班以后，他去找了堂主。吴堂主慈悲，请问你可以交代以后学什么工作吗？请问你有驾照执照吗？哦，我学20年级，我考了驾照执照。我真的是。堂主想了很久，他就决定了。希望这位郭先生可以去 A 开发的这个车开到。好，感谢吴堂主慈悲。一星期后，主角他为了完成他的承诺，他就去带了很多的道亲，然后到了停车场，四位朋友给他带道亲，可能道亲看不到他，不好意思。非常的快，他的位置，然后主角就从车上下来了。他有什么目的呢？哦，原来是想理论。可以把这个车位让给我们吗？我们赶时间。让给你，我放哪里哦？这个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现在要赶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课程。不对，什么事情？这么麻烦。这个很神奇啊！技术比较差，跟上让给你们吧。现在我嘞，我是成年出来的。从此以后，这位主角郭先生也是司机，他有了信心，因为突破人生的挑战，他突破了很深的以前很深的阴影，由此得的，只要有挑战，就能够突破你心中的任何阴影。